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2021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。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以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诠释了人间大爱，用众志成城、坚忍不拔，书写了抗疫史诗。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，有顽强不屈的坚守，有患难与共的担当，有英勇无畏的牺牲，有守望相助的感动。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，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，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，从古稀老人到90后、00后、青年一代，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，用挚爱护苍生，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，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。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，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，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。平凡铸就伟大，英雄来自人民，每个人都了不起。向所有不幸感染的病患者表示慰问，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。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，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。艰难方显勇毅，磨砺使得玉成。我们克服疫情影响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取得重大成果。十三五圆满收官，十四五全面擘画，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，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。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，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。粮食生产喜获17连丰，天问一号、嫦娥5号、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破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。我们还抵御了严重洪涝灾害，广大军民不畏艰险，同心协力抗洪救灾，努力把损失降到了最低。我到13个省区市考察时，欣喜看到大家认真细致落实防疫措施，争分夺秒复工复产，全力以赴创新创造，神州大地自信自强，充满韧劲儿，一派只争朝夕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2020年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，决战脱贫攻坚，取得决定性胜利。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，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。
历经八年，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。这些年我去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乡亲们愚公移山的干劲儿，广大扶贫干部亲情投入的奉献，时常浮现在脑海。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脚踏实地加油干，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，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。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，置身春潮涌动的南海之滨，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，令人百感交集。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，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。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，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，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。大道不孤，天下一家。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。我同国际上新老朋友进行了多次通话，出席了多场云会议，谈的最多的就是和衷共济，团结抗疫，疫情防控任重道远，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，风雨同舟，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，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，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，民族的希望，越过急流险滩，穿过惊涛骇浪，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。胸怀千秋伟业，恰是百年风华。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永葆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乘风破浪，扬帆远航，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，征途漫漫，唯有奋斗。我们通过奋斗，披荆斩棘，走过了万水千山，我们还要继续奋斗，勇往直前，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。此时此刻，华灯初上，万家团圆，新年将至，唯愿山河锦绣，
国泰民安，唯愿和顺至祥，幸福美满。谢谢大家。